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评委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很高兴有荣幸的参加汉语桥比赛。我叫孙林，我今年19岁，来自东非之角红海之滨的厄立特利亚。我已经学习汉语3年了。以前的我腼腆、害羞、不自信，对未来感到迷茫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了汉语，遇见了孔子学院，遇见了一群可敬可爱的国际中文教师。学习中文让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它就像一道光，让我的人生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。我相信我的未来一定在中国。我还疯狂地爱上了中文歌曲和中国民族舞蹈，在老师们的细心指导下，我进步很快。我还会跳藏族舞、新疆舞、云南傣族舞等等。我最近成为了孔子学院的舞蹈老师。现在的我自信、开朗、乐观、美丽，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快乐。今年是中俄建交30周年，中俄一家亲，海内全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我们要只争交心，追梦中文，不负韶华，为中俄友谊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阳光的孙林。